大堂平係咩？我覺得你應該每一次都有啲唔同嘅但係影像嚟喎，你對影像好敏感㗎。係，但係我唔知嗰、那個，我唔知嗰個 title 係咩嘛，即係我可以自己詮釋咗好多嘢。咁你點解唔用你自己詮釋？係咯，咁唔係我嘅嘢咁啊。嗱，呢個就係問題啦。咩叫做你嘅人家嘅嘢？不知道，我覺得你會 assign 不同的 exercise 給不同組別的 combination， 所以我沒有專心去那個影像，即純粹如果放一張照片在那裡，你怎樣去看那件事？你不一定要知道他的，因為我經歷跟他經歷一樣的事，我看那個只是那個 moment 的事，我就很難去你跟我一起做一些水道的 workshop。 我俾嘅 assignment 係咪好清晰啊？係啊，叫你一齊對住塊鏡畫自己，好清晰啊！但我可以控制你點畫你自己啊？你嘅清晰係你永遠只會俾前半部，你唔會俾後半部。我點解會俾後半部啊？後半部唔係我有控制。唔係，所以我就好清晰係冇後半部咯，即係我就好清晰係空白，係啦，我好清晰呢樣嘢。但係對你嚟講，淨係有前半部冇後半部，你個係咩體驗嚟？係咩體驗啊？係行緊平衡木嘅感覺。咁係啊。行平衡木嘅感覺係點啊？你只能夠捉住嗰一個好小嘅。嘅 comfort zone， 如果唔係就好危險。即係好驚跌死你。我唔知道有幾高喎。喺個排練室裏邊有幾高？即係我見到係我一下踩得落地就好咯，但係就嗰個環境係睇唔到呢個平衡有幾高。嗱，呢個正正係有你知唔知藝術裏邊中間有一個美麗嘅地方，係嘅，有好多 unknowns。OK， 但係呢啲 unknowns 唔會跌死你。它其實是一個安全島嚟，即係等於我哋喺呢個空間可以做到啲乜嘢。我唯一對大家要求就話：呢啲台凳唔係我哋，我哋用嘅外星。我就係講咗唯一依樣嘢啫，係嘛？咁其他嘢你做咩都得。但係嗰啲台凳對你對每一個研究員，所以起動咗一個內涵咯，係由你嘅經驗投影出嚟。所以我一樣，你嚟到呢度，我都會係一個好簡單嘅一個 assignment。咁但係你點做咧？我唔會 control。咁嗰個係完全 out of 你嘅 choice，out of 你嘅經驗，佢慢慢 unfold 俾我見到，原來你變咗一件咁嘅事嘅時候，你咁樣 make decision。咁但係你睇到你自己呢個 make decision 過程，同埋享唔享受呢個過程所發現到嘅嘢，第一或者係邊做啫？我咁啱唔啱啊？你要嘅嘢。那些是我又未去到每一件事都要想是不是人家想要的東西的，但我覺得啱不啱又有太多標準了，這個我都不會太過在乎對與錯的，但我會想的就是它的結果或者它那個最後 work out 出來的東西會是怎樣，這件事會是我比較關心。如果是怎樣的，意思是很多時候我事情一直走的時候，我沒辦法想到結尾的嘛，那我不知道結尾的時候，我就不斷 一步一步地走出來的嘛，那我就會覺得有些不安全的感覺。那如果當然從這個思考，你回顧在水洞裡面，你發現了什麼？水洞的時候我都很 confused 的，即一開始的時候我都不知道我應該要做什麼。但是你看到每一個人每一組個個為什麼不知道都會一直做到一些事情那些是什麼？你會怎麼細微那些經驗？不只是自己經驗，你不會說、哎、那個 college 在做的不關我事，但只是因為 college 你同組，於是你用多少時間去看看我會覺得有很多刻意反叛的 moment， 即是會不斷在想、啊
人哋會做啲乜嘢，或者 expect 你做啲乜嘢，咁我哋就唔好做嗰啲嘢啦。即係又多有多呢個思考咯。呢個係你刻意發嘅。喺水度我冇問題咯，因為好中意講咗冇框架，咁但係都有噶嘛。即係譬如我係嗰條路噶啦，即係你個 pops 係杯水噶啦，你嘅對手就一定係佢噶。即係你會知道有呢啲設定嘅時候，就睇下喺嗰個位置度點樣去做一啲。同啲嘅嘢咯，我會話，即係唔係就係根據你講嘅哦？好啦，而家就拎起本水就即係同人哋就交換咗，就經過就去到咁樣。即係我覺得就唔係咁短暫嘅嘢咯，而係睇下入邊有啲咩可能性係 unexpected 嘅嘢咯。但係嗰個係趣味。係啊，但係因為嗰個就係有一個好明確嘅空間同埋好明確嘅 end point 俾我咯。咁而咁樣嘅時候，中間嘅嘢我就即係好清晰我可以自由發揮嘅呢個中間嘅咁啊。其實呢個都係你問我可以好明確嘅 input 俾你冇問題。嗯。我話啊，你開頭嘅時候你企喺個頭，完嘅時候咧你又企喺個頭，就係咁多啦。我個頭嗰點同你嗰點。嗯。但係你如何 justify 開頭係企嗰度 ，end 企嗰度，呢個就係你嘅功課啦。其實唔難嘅喎，我俾依個 framework， 如果你嗰樣嘢係令到你自己安全，你唔會有感覺，或者甚至你都可以俾自己一個遊戲，但係唔代表裡面中間係 empty。我唔知道個分別係咩， okay. 即係我唔知道如果有呢一個 start point 同埋 end point， 對於我嚟講個分別就係、是、哦，咁我知道一定係會 fit 呢個框架去完成一啲嘢㗎啦，即係咁樣就為之完啦咁樣。咁但係如果多數係冇嘅時候，我就會啊咁即係咁即係點咧？即係我要做到啲乜嘢咧？咁呢個係呢個真係嚟自一個我哋太需要有一個安全感。嗯。係，嗰個唔係一件錯對嘅事嚟，但係我哋必須要 recognize。嗯。佢係一個神情。嗯。咁但係你發現你自己最 vulnerable 嘅時候。嘅時候，而嗰啲時候，你如何自救？去多容許自己去經歷，或甚至有少少享受下嗰種經驗，係對自己嘅誠實嘅，你意思係？難啊！你講下先啦。得我講啊！唔係，你又分享一下先。頭先你講緊一句話，啱啱飛走咗添。咩？點樣去？唔係嗰個完結係點？嗯，即係你會好諗係啊！你會好諗究竟嗰個完結。跟住我頭先就話，我通常我唔會咁樣問呢個問題，我會我點樣繼續好？即係如果大家都有個 end point， 唔係有個 starting point， 跟住你話咁個完結會係要係點咧？咁我就我嘅通常嘅問題就會問，我應該點樣繼續咧？我就唔係好理結果嘅，我諗喺呢段。年紀的過程裡面是我是要學習不要問結果的、對我最困難的地方呢就是我怎樣 sustain 怎樣 sustain 我正在想的或者是我怎樣繼續去問即可能有個 starting point OK 走了一點但不知道怎樣繼續走下去我沒有 end point 的即不知道 end point 我都不會去想到 end point 在哪邊咁但係我又會有個困難，就係我點樣繼續行呢條路？我揀邊條路，或者係究竟條路喺邊度？呢個係另一個 phrasing， 又話我哋唔會用 end point， 佢只係階段性嘅程序。唔係佢唔係 represent 一切噶嘛？嗯，係嘛？即係譬如三個鐘頭，我做覺得有可能有唔同嘅 phase。OK， 而每一個階段裏面中間。終結的、嗯、但這個終結是引發下一個開始的部分所以剛才不是你處理事物的方法應該只是跟我說交給他先
珠子你就射咗佢。呢個係你安，你喺度安頓自己嘅紅，因為可以話好聰明，太快。但係呢個亦都令到你自己唔可以再轉。太快放過自己。我未諗到啊！我未諗到。有時有啲直覺，有啲觸覺，你唔知點解自己會喺自己裏面萌芽。但係呢種萌芽，我覺得係一個好美麗提醒俾我哋自己嘅事。我哋有社會性嘅自己，有文化上嘅自己，有家庭習性上嘅自己。所以有時會出現嘅問題就係唔係好相信自己嗰當刻嘅觸覺嘅時候就，就即係可能有啲懷疑噶嘛，實會即係咦？咁究竟我點樣處理呢一個觸覺呢？我繼續撳住佢先，再睇下環境先啦，定係啊就喺嗰度發生，就俾佢萌芽。即係有時會我自己會有懷疑喺裏面。呢個懷疑你咪俾自己一啲定位咯。我 OK， 我而家決定將所有呈現嘅呢啲懷疑，我記低佢，我再可以 re-examine。我看到裏面中間原來有相交的，咁你咪下一次呢個懷疑嘅點咪可以 shift 收窄拉寬或者點去移動？因為我哋好多時候將啲嘢只係一個印象概念放喺度，我哋冇好具象嚟將佢放到出嚟。無論你寫文字、拍攝、影像、裝置，其實嗰個係一個 transfer 呢一樣嘢去到另一個情況。令到我覺得我見到啲嘢，原來令我聽到一樣嘢同我見到啲嘢係唔一樣。而嗰個感覺同觸動只有自己先明白嘅。Of course， 但係唔緊要啊！你嗰個自己，你幾時可以 share？ 咁嗱，你連呢個經驗都冇嘅話，你根本就冇起點，冇 reference。即係我哋 share 生活嘅事件，其實佢。如果是一個 answer， 它只不過是一些 material， 一些 referencing， 令到我們可以大家有不同的想法。因為我最早期開始見到 Internet， Wikipedia 裡面一篇東西裡面中有那麼多個 hyperlink， 我是超級興奮的。興奮不是你發覺你看一頁看這篇文章，如果我真的要看好它，是可以 endlessly 完，是吧？我看完這個字拎完，我跟住又翻去，原來那個拎又跟住又再更加多拎過，呢個咪所以學海無涯咯。哇！以前邊有一個咁嘅 engine 俾到你係嘛？你自己係可以 expand 一個 vision， 而嗰篇文章係 invite 你同佢一齊去對話，但有人就覺得話好煩，唔睇落去，你明嘛？看極都不明白，因為你尤其是等緊答案嗰啲人，咁即係點啊？咁要 set timer 咯，係一個鐘響嘅時候，好啦，完啦，都 OK 啊，咁咪 timer 咯，咁咪一個鐘一個鐘咪一個鐘就得到嘅嘢咯。我成日覺得諗呢啲嘢，呢個世界有幾多個腦袋？你唔覺得係好 amazing？ 每一個人就 activate 咗呢個腦最終俾我哋嘅呢一種嘢。其實可能就是咁多嘢，但係我哋而家今日個個都要講我啊嘛，你睇唔睇到我啊嘛？被看見嗰啲，所以咪 Facebook 大家都係咁追 like 啦 ，IG 個都想被看見，有幾多 followers 啫？大家知道嗰啲 followers 係啲咩嚟嘅？咁以前都係即係你去。跳一隻舞，好 target oriented， 你要做一個 show， 你要做到就 OK 啦。OK， 咁當然唔係流流的啦，你都係裡面有浸過嘅，有轉過嘅，咁即係，但係你慢慢成長，你又發現其實，即係我有時我都會問，做咩要做作品啫？係咯，即係我即係或者我去睇 show 嘅時候，我成日覺得，點解我個個 show 都覺得唔好睇，或者冇乜嘢
冇乜意思咯、啊，對我嚟講，咁但係啊，我又好似應該要去睇咁樣啦嚇，咁、啊、我要睇啲乜嘢啊？即係有好多 question 嘅，咁我覺得呢段時間裡面係。好像去找緊究竟我條路應該怎樣走，即每個人那個藝術家的路是一定不一樣，即你的 focus 是不一樣、但是我自己要怎樣走呢， 我的核心在哪裡呢，即我想我真的要做一個作品的時候， 我最關注或者我最要去、focus 究竟是什麼呢，咁同埋即係一向都係好介意人哋點樣睇啦，即係你即係跳舞就更加啦，係咪先？即係表演藝術好介意人哋點樣睇自己咁。咁成日都有個問題喺裡面轉，就係究竟我要去做一啲人哋會覺得好定唔好 make sense 定唔 make sense 嘅嘢，定係？我怎樣去 trust 自己的 instinct， 即我覺得這麼多年來都不斷地在磨這些問題，是啊，那我覺得是，即好像我上次也有分享，即是蔡曉英那句很深刻的，即是做藝術就是最重要哄自己歡喜，即是很貼地，很、很真實，是啊，是啊、你連你自己都不 please 到，咁你仲要做乜？係啦，係啦，係啦。咁係啊，好 honest 嘅一件事啦，我覺得。咁但係呢啲嘢就唔係咁容易打破啦，即係我覺得係要，即係好似一埲牆咁樣，你要慢慢去剝碎呢一啲嘅框架，即係由細到大 set 俾自己嘅一個 box。咁係咯，係咯。所以即我覺得在個研究的過程就是給自己去做自己想做、可以完全地相信自己的觸覺去找去真的在那裡去嘗試去轉一下就不用理人的，同埋成個過程，我覺得是打開了自己去看事情的面向咯，即可能有很多時候我哋睇就唔好睇咩事情，睇一個人啦，我哋很多時淨睇表面啦，或者問佢啊，知道多啲嘢啊，但是即你真的能夠去聽佢背後嗰個故事，然之後佢嗰下個故事可能都受住佢個琴日嘅一啲事情影響，即係每一樣嘢係不斷咁去變緊，同埋即係嗰個包容性就大好多啦。即係當我哋去睇每一個人嘅時候，咁我覺得呢個係即係打開咗我對睇事情嘅方法嘅。我好中意有答案嘅，其實你知啊，即我都係好想揾答案嘅，即正常咁啊，即你問問，即你正常你學習就係問一條問題，你就快啲答咗個答案啦，係咪先？係啊，我想講一樣嘢，呢樣安排得好好，譬如話我安排咗一個鐘頭自己休息，咁另外一個鐘頭咧就好你休息。但係我同佢對嗰個鐘頭嘅休息係佢嗰個狀態嗰部分。嗯。我唔擔心你之前之後，你至少你安定咗嗰個鐘頭嘅休息。咁但係嗰一刻嘅 state of being， 嗰個 state of wisdom 其實係點樣？你明唔明我呢個問題？我明啊，我明啊。係啦。放空發吽鬚啦。都放空都係一個狀態嚟㗎。但係點解你咁樣嗰刻你先容許自己放空放過自己嘅？因為你知嗰個鐘頭你安排好。係咯，有得計時啊！計時的人生，你係咪咩都 time 㗎？
咩都唔會計好曬時間。都係噶，唯一沖涼咯，沖涼係可以好，沖涼係可以好好放鬆，同埋可以好好唔理幾耐咯。即係我係會沖一個鐘頭嘅涼，然後俾人鬧。成日都會衝一個鐘頭。少我都覺得 that's so human 。你放過自己咯。係。係咪啊？所以你有冇分手？咁你俾人鬧呢樣嘢，你會點樣處理？定係你唔鬧開個鐘頭？咁都唔介意啊！你個客。唔係，我通常我就會鬧，我冇懷疑嘅，即係冇懷疑咁，即係冇懷疑咁耐，即係我一放空咗，即係沖緊涼就。即係其實你好需要咯。是啊，所以我就試過很多次沖緊涼嘅時候暈低咗，因為沖熱水太熱，然之後我冇圍意到冇空氣啊，直情，所以我係自己屋企，我係即係五六次沖緊個涼暈低，係咯。你係咪浸浴缸？我唔係啊，普通人。花灑都。係啊係啊，我幾次水太熱，我幾次係冚親頭撞送咗醫院嘅啦已經。係，即係唯一我係即係沖涼呢件事對我嚟講係真係比較，因為我沖涼嘅時候唔會有人揾到我噶嘛。你唔開窗嘅。生殺曬！我開窗以前嘅，我開窗以前嘅，係，但係我沖好熱嘅水，唔好沖咁熱嘅水。咁但係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可以放鬆到嘅狀態，即係有嗰種精氣喺度，身體嘅觸感，身體嘅觸感咯，我會覺得，因為凍，我就覺得啲毛孔收縮，我就係一個好唔舒服嘅狀態。咁唯有係熱水，我就會覺得自己係一個放鬆緊嘅 moment。但係所以嗰陣時真係唔懷疑，即係成日沖一個鐘，我都真係唔懷疑。今晚翻嚟試下，沖一個好熱嘅水。臨出嚟之前，開個凍水。最近有個 timer 就係因為我搬咗屋之後，嗰個儲水式熱水爐，所以個儲水式熱水爐就係我嘅 timer 咯。用曬就係啊，但係之前喺屋企就唔係，即係無限嘅，咁我就係冇得計時，咁而家都有個計時器喺度強迫緊我咯。咁我而家就連沖涼都被控制緊。你哋俾自己可能有對應嘅狀態又好，又或者你見到嗰日可能十三歲發生嘅事，你突然間你覺得好傷心，你要調整。咁但係我去到唔同嘅位置咧，你可以試下同自己傾偈講翻，我經驗。你可以用口述，你可以攞部手機嚟，可以影相，或者做一個當時嘅 visual。我淨係用呢個空間嚟拍自己嘅相，當係一個行為。你點去變翻呢個行為 ？OK。咁啊 ，Colin 咧只係一路觀察，佢點去回應你嘅傾偈。咁你去 correspond 嗰啲嘢，我喺度都你點去聽，點去聆聽，點去理解？有個咩話？咁你可以揀一個起點。Okay? 我唔知27年裏面邊個係第一首詩，你可能見中間呢啲呢個係啱啱出世。嗯。即係我成日影個 time 喺你哋拉下，你第一線性 ，OK？ 嗯。但
連結到的東西都是人物咯，而不是事件咯，浮現了很多人物，有些是我沒想到原來會連結到的人物，即可能有些不是經常出現，不是很重要，但是原來曾經在即是某一個階段，原來有它的一個有它存在的一個意義在這裡。它提供過一些碎片，即是拼圖的碎片給我，那些可能不很重要的，但是就影響到我怎樣拼下一塊。就叫佢喺呢個 conversation 咧，我哋見到出，佢從來冇發生過。有嘅有嘅，我冇答到好咯，冇答到好。係我同我婆婆最後一個電話嚟嘅。坐在那裡，那個時間變成什麼？那個時間是五年咯，因為那個電話是五年之前的，所以剛才就想回因為那個 conversation 我沒有答過一句好，而之後經歷了五年，這個 conversation 就不斷在腦海中重現，即是每大約隔一至兩日就會想回一次。你知不知道你非常這個會牽涉到很多時間的概念，每一兩年就會重複一次，但係五年嘅 time span， 呢種五年 time span 嘅重複性，同你頭先坐喺度嗰五至十分鐘嗰、那個時間壓縮咗呢五年喺呢度，而你諗下個時間嗰、那個 time capsule 同嗰個現實上面嘅時間係咪？我就話如果你係拍電影嘅創作人，你點樣去將呢一個時間維度去溝通？呢個就變成係一個邀請，你作為一個藝術創作人，你俾咗一個功課自己，你點去理解頭先喺呢度嘅政治？一句都講到，但係裏面一路喐緊。如果你係要拍呢個場景出嚟，你拍夠，你講應該拍夠五年啦，拍喺呢一刻嘅自己啦。
你話拍喺度，你傾緊偈嗰一刻，佢裏邊呢啲元素係點樣合成變成呢個藝術手段？你覺得你令到我哋去理解頭先嗰五分鐘至十分鐘？嗱，嗰個關鍵唔係淨係個 technical 嚟嘅處理，因為冇人可以替代你嗰種情懷，呢種情懷係好高嘅。好锐，你个镜头点放，你个剪刀点放，你点决定嗰个时间？呢个咪系一个 personalized， 佢唔系一个 commercial product 里面可以同你去相处嘅事。呢个系一个好私密嘅艺术，咁你点样去 connect 自己去玩呢个艺术？只系属于 Christian。記憶呢種經驗，我咪有事。我嘗試試下叫 Connie 坐下嚟，佢將頭先去觀察到嘅嘢，去現身上去，有一少少 information。佢作為第三者 ，OK， 佢用個身體去嘗試，佢唔係嗰個一定唔係答案嚟，佢亦都唔係 OK， 佢只係 Connie， 但佢願意。去嘗試聆聽、觀察你，去作出佢另一個 examination 或者提問，我唔知係咩，佢就用身體去講説話。咁我哋睇下你睇到啲乜嘢。佢可能跑唔出嚟，即係你 send 明所有嘅用度，都被閱讀嘅過程底下，對佢嚟講就變成一個所謂藝術之語，去延伸再去講嘢，即係等於我哋聽完佢講一個故仔，我哋點聽？聽完之後，佢當然啦，佢諗緊嘅有可能未必 exactly 係你個 mind 裏邊嘅嘢，但係佢係同你 connect。連結緊，去揾緊一個可以互相去理解嘅平衡空間。你會點拍你頭先講緊自己要經歷嘅時間，同你會點去拍阿 Colin 頭先佢要經歷嘅另一個時間同埋藝術？嗱，嗰個係一個兩碼子嘅事。可能電影語言都是在找這一樣東西，就是 image。 所以在 image making 的過程底下，你其實是 meet image sculpt， 你是雕塑的，你其實是用時間用影像雕塑的一個很沉重的心思環境。這個我就想你說翻回翻到自己作為電影裡面的思考，而不是說你現在 engage 在一個 professional industry 裡面中間做的方法。我相信你大部分人是沒有耐性去經歷人生的事，那即是你怕是不是？因為你關心的不是藝術作為一個平台去 examine living 和生命，你可以話頭先呢件事就係成個 research 裏面點解想大家去循證去揾到嘅，我唔知係咩技
法，因為你拉咗喺唔同事件咧，佢嘅技法之前嗰度咧，係嘛？但係佢一定有個逐心 core， 佢係相信。咁你有冇用你自己街嘅去重複翻嗰啲事件？唔好太快俾自己個分析。我的外在是很平静的，但我的内心 是很晃动的。但是反过来 Collie 的时候，就是他的外在很晃动的，但是看到他的内心是很平静的。 OK， 你说的是表象，那你觉得这两个表象变化是什么？我覺得是兩種不同的呈現方式，但大家都 interpret 的同一件事。那電針怎麼理解？那他的外在是否代表他裡面的平靜和他裡面的外在？當然他是一個由觀察和嘗試去理解那個經驗，但是如果他裡面是 empty 的話，他的動作的質地可能只是動作，他未必有質。所以就是同一件事底下，大家用不同的方式去呈現，但我覺得那件事都是經歷著同一件事。 okay， 是不是同一件事？我不敢肯定，不過他是一個平衡空間。 At least 是在這個環境，在這個位置上面的一個回應。沒有的，你最最 deep 嘅情緒戲都係分 shot 拍啫嘛，我呢個 shot 你就喊嘅，嗰個 shot 佢就俾對白嘅。嗰啲 thinking 嚟嘅，係咪嗰啲都同電影裏邊中間嘅核心嗰個 core 精神無關？你能唔能夠 honest 面對頭先？就算你話係我好靜，但係裏邊有好多，其實我哋都睇到，如果佢睇唔到嘅話 ，Connie 唔會有呢啲嘢做到出嚟，係咪啊？唔代表你唔喐，你冇嘢發生，只不過你有好多內動。甚至去到一個不能自己的狀態，你嘗試去壓制緊呢件事，佢裏邊係好清晰嘅 crystal。OK， 嗱，呢個就是電影鏡頭裏邊好微妙嘅事。但係一個舞台演員咧，要去將你頭先呢件事呈現出嚟咧，佢唔係跳舞嘅話，有另一個課題。係咪？我哋喺唔同嘅媒介，但係唔代表呢啲唔同嘅媒介佢係必然有矛盾。咁我話電影作為一個媒介，你點樣去面對嗰件事？我哋而家講緊拍電影啦。我會覺得係個分別係捕捉整個過程，定還是你只抽取咗你覺得有嘢睇嘅部分？呢個只係其中一個 wording， 一個 phrasing。你有第二啊？再用啦，繼續啊！如果我要你用十句 sentence， 你做咩啊？十句 sentence， 你去講翻頭先去可行，去用你嘅字去處理呢一段戲嘅經驗。我唔係好明白你嘅問題係咩 ？OK， 你用十個方法啦，OK。你點去記錄頭先你哋依兩段嘢？要記錄乜嘢咧？我諗我只會揀一個方式去記錄。Okay。 我諗我會揀用眼去睇成個過程咯。用眼，即係話個鏡頭點啊？太多選擇喺入邊，即係你攞啲咩？照佢啊，你用即係幾 close up 啊，幾即係所有嘢都太多，但我會覺得係需要 whole picture 去睇成件事，而且係冇機會俾你再做多次，或者冇機會俾你再睇多次，因為佢只會發生一次，所以用眼睇係即係話唔需要拍出嚟，即係唔需要電影出嚟。
但我而家講緊話，你作為一個電影人，頭先嘅場景係好重要，你一定要拍出嚟，你會點拍？我想我會用揸下 GoPro 咁樣最見曬 whole picture 嘅嘢去一路 roll 落去咯。即係我唔會想有一啲angle 嘅轉換啦，或者我唔會想有一啲 editing 喺入邊咯。冇啦，其他都唔選擇，呢個係咩啊？咁個鏡頭點擺？咩叫 whole picture？我企喺呢度嘅 whole picture， 我喺呢度嘅 whole picture。真的要見曬成個環境，即係見得幾多，即係見得幾多得幾多，即係盡可能你見得最多咯。咁我就話，如果我喺呢度見得最多，只有空間嘅啦，我見到嘅人都見到嘅，我覺得。見到，但係嗰個人會係你對面中間嘅我自己用到，你用嘅嘢我點去 capture？ 你覺得得？我唔係話一定唔得啊，但係我覺得係可以，我覺得可以。OK， 嗱呢個咪勇氣咯，佢先。如果你唔經歷過呢樣嘢，你會唔會咁 decisive？ 你覺得唔係？但係平時唔會咁樣 make 一個好多 choice 啊，係嘛 ？artistic， 嗯，你覺得係冇得取代，因為你真係好知道嗰件係乜嘢事，同埋你經歷，嗯，即係等於阿 Connie pick up 咗呢件事。佢都係感召於頭先嗰個 moment 俾佢去雕塑嘅啟發。咁我就話佢頭先嘅身體移動，如果你要 record 阿 Connie 嘅經驗，會唔會用同一個方法咧？哦，我都會。你都會。嗯。OK， 都係嗰個位置。嗯。OK， 呢個咪又係一種肯定。但如果都會的話，如果我將呢兩件事平衡放在這裡同時發生，它又是一件什麼事我不知道、因為我覺得本身這兩件事就是齋說我當表演的方式來說已經很不一樣了，所以不需要、所以其他東西應該要一樣，即我將所有東西都一樣，即無論是 angle 一樣，我的選擇一樣，我的處理一樣，我才看到裡面的不一樣。Okay. 如果本身我用了不同的方式去拍下的話，那看到的就 cover 了本身主體發生事情的不一樣。Okay. 但是又牽涉到一樣東西，你剛才說的時間，你有很多 layers。我怎樣去令到溝通這個時間的概念？你是講 real time 發生緊定係頭先我話嗰個 perception 咧，重複性嘅語話啦嘅事件，裏邊中間有好多唔同 layers 嘅時間喺度。咁你覺得係咪一個鏡頭裏邊就可以 represent 咧？即當然電影先知道光線。係嘅，即我覺得係可以俾多少少。令到件事多少複雜性嘅，但是不可以太具象咯，因為我覺得是需要有想像空間。Okay. 因為即使我而家不斷 loop 不斷講，其實佢不斷變緊噶嘛，即可能我第一年 loop 緊，第二年 loop 緊，第三年 loop 緊，去到而家第五年 loop 緊嘅嘢，其實個 conversation 或者係我嗰個畫面已經不一樣，因為佢一路變緊。所以我問啊 ，OK， 而家我哋一個咁嘅單落去。你整理了一個咁嘅所謂方法 ，OK， 嚟去建築重建頭先嗰個事件嘅。咁我就平時 operate 嘅嚟去拍片。會唔會咁樣諗？唔會，因為多咗一個 practical 嘅考慮嘅時候，那個計算方式就唔係咁。個時間係好寶貴。即係寶貴在於我了解你呢個人，即係因為有 connection， 所以我能夠理解你去處理當刻你嘅情緒，或者係你
己當刻裏面嘅各種感受。咁我就會覺得嗰刻對你嚟講好無謂，唔係對我嚟講好無謂，但我覺得對你嚟講好無謂嘅時候，我去理解你呢件事，我都覺得係一件好美麗嘅事。而同埋我覺得，因為平時嘅你，我相信係冇一個咁奢侈嘅時間，去咁真係同自己相處，好好地同自己相處，咁當我再去坐喺嗰度嘅時候，我就係將即係冇刻意話要去諗去做啲咩，即係基本上你一講完我就做啦，即係因根本上我冇預計究竟我要點樣做，總之就係開始帶住我頭先所睇嘅嘢吸曬落去我嘅身體裏面，我就用我身體去即係我好想講話，我要做出嚟你頭先嗰個嘅經歷，而係我又覺得。我在裏面去感受你當刻感受是什麼，或者嘗試去補足一下究竟你裏面那個湧動是什麼樣的呼吸啊，你那個心裏面那個拉扯啊，即是你在裏面都有很多這樣的東西，我嘗試用身體去經歷你頭先嗰種嘅感覺，因為其實嗰樣係好抽象嘅語言嚟，但係佢唔代表可以即係去延伸，即係等於一個畫家畫幅畫。其實點解畫畫下？因為睇到你嘅狀態，我相信睇佢睇你畫緊幅畫係完全全新界。但我覺得世界有趣的就因為我們個個去認識佢生活的體驗方法是不一樣的，但不代表我要我只是喜歡你的表述，我不喜歡表述，於是我們 deny 了這個表述，於是你看的世界或者你的作為 artistic 那個 expression 你會要收窄了一個很其他的 option。 如果你睇翻追蹤一啲好嘅電影人，佢每一部電影裏面都係開始 expand 自己嗰個旅程，佢嘅 adventure 同佢嘅發展，佢係一個 self dialogue from within。Okay? 雖然佢用緊好多資源去拍嘢， okay? 但係 deep down 你見到佢有個我哋叫 traces， 有痕跡。我覺得好 amazing 嘅。即是一件很少很少的事，即是一個很明細很明細的事，我覺得對，但是其實就是可以 expand 得很多，即是原來這麼少的事可以，即總之那粒點原來你在不同的位置去看那粒點原來都可以做不一樣，也都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現象出來，即是我想就算可能找第二啲 dancer 再睇，我諗以後我哋都會有好多唔同嘅方式。但係呢個咪即係等於水科學裏邊邊個話你 artistic 你唔可以係一個 science 係嘛？你有你嘅顯微鏡去睇緊微觀嗰一刻。而家阿姐就經常擺下呢種微觀嗰件事，係嘛？如果頭先 Colin 冇呢個微觀嘅話，佢會走唔到呢個方向。但亦都有一個另一個 option 去閱讀阿 Conny 嗰樣嘢，就係話佢係透過行動去提問、去重積、重塑佢所見到嘅事件。我老覺得好攰啊！但係你可唔感受當呢啲事件可能性發生嘅時候，點解會覺得一個腦筋一喐嘅時候？要好用力氣，我都覺得平時唔係好識用力氣咯。
點解覺得咁樣係靈氣？點解唔係趣味啊？依個我哋又話用文字嘅方法啦，冇分別，冇相沖嘅，靈氣同埋係冇相沖。但係因為如果我用咗嗰樣嘢咧，我其實係已經打敗咗自己同埋山崗。我要係咪容許？我真係容有冇容許自己喺度冇過？可能是因為平時沒有這個 practice 咯，即是平時要應對的東西是快很準，是的，不是，平時可以用一些直覺和用一些很快的方式 去解決咯。比如我又賺到錢，又不賺，又什麼都 OK， 都不喜歡就不辛苦。但是當去到一些關於 artistic choice 的時候，就要多少少，就要花很多力氣去做決定咯。如果聽我話，在乎你有幾關懷做事。嗰樣嘢牽涉好多嘢，即係個關懷牽涉好多。其實例如係，哦嗰樣嘢，即係工作上根本唔需要呢個關懷，你只需要喺 within 呢個時間完成咗佢，你只需要。I'm not sure。如果假如我用呢個心去處理三個鐘頭同你嘅相處嘅話，所以成日要分得好開咯，即係一個 commercial 嘅世界入邊，當呢樣嘢係一個只著重製成品嘅 process 嘅話，咁因為咁你人都廿四小時啫嘛，如果我做嘅每一樣嘢我都嗰個唔好講啦，我哋講翻。唔係，即係我意思個對比咯，即係我諗緊個思維模式係點樣嘅，咁所以就變咗，如果而家我哋做緊嘅嘢係冇一個好 valid 嘅時間限制嘅話，咁我哋就可以做嘅多啲咯。其實都有我哋三個鐘啫，十點到一點我哋要收工。咁但係我哋之後我哋係繼續經歷緊嘅嘛，我哋唔係離開呢道門之後，我哋今日嘅嘢就。斷片咁樣啩 ，Christy 咪就係呢樣嘢咯。就算我翻工嗰啲時間都係我生命嘅時間。嗯哼。係咪我要點解要 deny 咗嗰個？因為 commercial， 因為 professional， 我就 deny 咗嗰個經驗。而我可唔可以同時之間喺嗰個經驗裏邊 extract 咗，而令到我自己翻返去自己嘅時候，我冇辦法。經歷嘅嘢係一個。一個工作模式的記錄和一個生活模式的記錄的打仗，這是你採取了一個心態？不是，因為裡面有很多提醒，即是裡面，即譬如想 capture 的東西啊，或者選擇用什麼 angle capture， 即是很刻意提醒自己，我現在拍這個是想記錄我這個 specific 的東西，而我不是令到要張相好看，或者我不是要有啲咩 artistic 嘅原因喺入邊，我單純係我嘅感受同埋嗰下嘅 moment 係最重要嘅，即係好多啲啲位嘅打仗咯。因為入邊好多提醒就係拎住部相機好容易就係、是、我第一時間就會揾一個好嘅 angle， 即係 so called 覺得靚嘅 angle， 或者係容易 present 嘅 angle。咁但係嗰個重點唔係喺張相靚唔靚啊嘛，而係我要 capture 到嗰樣嘢啊嘛。咁所以頭先就好多。不斷呢啲嘅小我喺度提醒緊自己咯。我都見到呢個小我好重要。嗯。因為正正我嗰時候，我哋作為一個研究員，睇唔睇到自己嘅側面，係咪？係啊，即係尤其是因為係一啲自己熟悉嘅 device 嚟㗎嘛。係啊。咁就好容易一拎起就係要咁樣擺㗎啦。係要影呢啲嘢㗎啦。咁但係當越覺得係影呢啲嘢嘅時候，就唔係影呢啲嘢咯。呢個都係一個好嘅開始，即係我哋以為熟悉佢，其實一啲都唔熟悉。即係越第一時間諗到嘅嘢就唔啱咯，即係呢個 situation 就係、是，係咯。
即係我諗可能因為就係、是自己去起動定係人哋叫你起動嗰件事啊？但係你一定，除非你真係靜落嚟，你 reverse， 你 reverse 咩？你一定要 reflect 翻你自己曾經經歷過嘅事。嗯。否則咧，你只係執行緊嗰個 reverse。係係。OK， 你一執行咧，我就覺得錯。嗯。即係我嗰一刻裏邊爭啲想 stop， 不過我都覺得要去發生咗先，因為嗰個係好容易跌落去嘅事。係。係。所以嗰個係咪 direction 咧？又係又唔係你自己作為行動者，你必須要直覺。你點去理解嗰個 reverse？ 咁我頭先做咗一個幾個框架係一件咩事？譬如頭先裏邊有一個最大嘅 miss 咗，就係你之前舉起燈嗰啲 moment 冇曬。嗯。係嘛？嗰啲完全 absent。嗯。即係而家嘅問題，你 reverse 只不過扶翻你啲燈。係。係啊。未落低之前都發生咗好多事。係啊。是啊，即是我想就是那種一有我即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所謂的慣性啦，即是你有一個的指令，或者不一定是指令，即是總之有些東西在那裡，是啦，那我就會走了過去咯，即我就冇 allow 自己一個空間去揾，其實喺呢個指令之下，我都仲有空間去做自己可以做嘅事。好大咯，係啦。其實頭先講 reverse 嗰個最大一樣嘢，其實唔係代表你還原啊嘛，而係你重放翻曾經發生嘅事件。嗯。你有冇新嘅發現咧？嗯。嗱，咁又好唔一樣。我覺得喺我中途嘅過程，我有考量過，即或者有去。找過一下的，但是不知道那個鏡頭是不是都是一個很大的影響力，對我來說，即是好像他是的。如果你本身有 decision making， 他的街你的感覺是個互動很不一樣的，我都知道，是所以又不可以完全怪曬。是啊，當然啦，是啊。他都是看著你的嘛，他怎麼拍？是啊，我知道啊。所以我覺得自己都是急的，在剛才那個過程。是的，即是因為有一個框，我就會黏著那個框那裡走。甚至我覺得如果 Chrissy 甚至可以大膽一點去 stop and go， 將他的 action 分拆了，明白嗎？我呢度就係要試下呢個 action， 重複，你拍嗰啲，跟住下一個 action， 非常在乎你去回應翻你之前做嘅，呢個都係一個 choice。你唔需要一定係一個 continuous 嘅 shoot 嘅 shot， 完成。咁我就會好容易落咗嗰個陷阱，就係我不斷咁樣去做 fulfill 佢 yes and no 嘅嘢咯。因為喺咁嘅情況底下，因為佢幫你拆開曬裏邊 fragments 啊嘛，咁我就話你剩翻落嚟，我點去理解依一個 fragments 嘅我？嗯。而唔係 fulfill 緊佢，你話你又可以 fulfill 緊佢，或者雙贏嘅位啊嘛。嗯。佢點解會對依一個 fragments 咁有興趣咧？咁 exactly 依個 fragments 咧，你咪可以深化嗰個 fragments 咯。嗯。即係我哋而家因為太過 result oriented 啊，先執筆。於是由於人哋俾個 direction 咧，就佢要我，於是我好似就冇空間咗。其實唔係，可以雙贏。係。呢個咪 mindset。係。呢個係好大嘅提醒嚟嘅。係啊。對我嚟講。因為你哋編舞都係啦，成日幫人彈舞啊，你一出嚟歌，大家就以為哦，永遠係被動地我做得啱定錯啊，係咪佢要嘅嘢？於是個在場性就冇。嗯。因為你發現咧，編舞或者每次俾你嘅錄音都唔一樣，點解？佢基於上嗰日睇緊嗰個脈絡，係啊，係嘛？嚟到你㗎嘛？咁有啲唔識聽嘅話咧，就覺得誒點解我上次俾你，你又覺得啱；今次俾你，你又覺得啱。呢啲位置都係我即係好難處理嘅問題。即係我自己，即係我作為編舞，
即可能昨天講完你要是 A， 但我第二天講是 B， 那個人即 Dancer 就會講你昨天說是 A， 我是嗎？但我今天真的覺得 B 好一點，可能第二天就是 C。嗯，你的动作想要我是做 timeline reverse。 嗯，好，尝试一下。先去看啊，我睇緊，譬如我都有啲問 question 嘅，點解有啲係啊？譬如誒，點解會選擇喺嗰個 moment 擺嗰個鏡頭喺個凳度啊？點解會？點解會突然間有一個定點的 decision？ 即係當係一個不斷流動的時候。我覺得要所有嘢拆得好細的話，我覺得睇嘅時候，我會有一種感覺就係、是，咦，我拍的時候可能我沒有 aware 到自己這樣的方式去記錄，即反而看回的時候，咦，原來我有什麼 intention 的，或者原來我有這樣的想法放在裡面，而當時拍的時候未必 aware 到。嗯嗯，你平常很少這樣拍攝、一來就即為什麼，其實我應該你跟我說帶相機的時候，我都想到大什麼，為什麼我選 GoPro， 因為我覺得我可以 setting 嘅最少，即無論任何嘅即距離啦，或者一啲即 technical 嘅 setting 比較少，咁我就可以 focus 喺我淨係睇住喺我拍緊啲乜嘢，或者我點樣跟，同埋我覺得即能夠一個 free flow 啲嘅記錄，咁所以我就揀咗 GoPro， 因為我覺得可以將所有嘢翻翻去淨係記錄，而冇就其他拍片嘅人數。咁但係睇翻嘅時候，我就覺得，咦，呢個似乎係一個好嘅記錄方式，因為我係可以真係跟住我要拍攝嘅主題嘅一啲 flow 去做，而我嗰刻只係諗緊我同佢嘅 connection， 而唔係我要拍條咩片出嚟。係，即係有呢個，我就會覺得，咦，我好似嗰下就即係跟住佢嘅動作去記錄啦。咁但係當我睇嘅時候，咦，唔係會㗎呢樣，即係譬如我點解會擺低個 camera 啊，或者我點解會揀咗嗰個 angle 去睇佢做動作，即係我先得 camera 咁樣睇佢做動作，咦，我就係由自己嗰刻都有咁嘅 intention。但係嗰個當下咁，因為你睇緊佢係一路變緊，你唔知佢跟住。係啊，我唔知佢跟住點啊，咁所以其實都有一啲係，互相影響緊，即譬如可能有一啲嘢，譬如我可以擺咗個 camera 喺度啦，可能其實佢見到個 camera 喺度，令到佢本身想做嘅嘢會紅咗，因為佢會多咗個效果，或者我其實嗰個動作。
再已經改變了他的呢方，咁我覺得是互相影響嘅。係標配咧。因為我剪接的時候，我都是再過多重。過了從選擇性的當然是，但是這個選擇性本身它變成走出來的那件事是可以，你可以說 distort 原本那件事，又或者變成很主觀性，我怎麼去閱讀那件事呢？我想是怎樣表達我的 vision、啊、你的 vision 是什麼？跟著我就問你就是這個問題了。 OK, What is your vision?什麼叫 vision 呢？對你來說，那我選擇了，我選擇了 angle， 所有東西都是 vision 的。再講多一點，如果只是試點而已，它沒有 vision。 Vision 是一件很大的試點，視野，視野。有咩唔大分別啊？你點樣理解？如果從另一個字面上講，就是宏觀和微觀，我覺得啊，視點就係好微觀的，視野就係好微觀，係嘛？視點都微，因為一去到微觀咧，你就精細追蹤緊對面嘅位置。如果你真係、oh, OK OK。但是未去追蹤仔細的視點，它其實有某些鏡頭是可以咁微觀的，不過但是它沒有按住那件事追蹤它嘛，於是那個微觀是未開始的，它所以只有不同的 views， 但是未去到 vision。 所以 vision 呢，就是說你感應成電視的大圍之後，你感應到什麼，你想呈現一個什麼的 side of you 呢，就接透過它的，那個就是你看事物的一個心情。其實如果從一個藝術創作裡面中間的研究，其實是要找這一件事和你那個文化，不然否則它只是一個 series of actions， 它沒有什麼 intention， 只是有很多種 effect， 每一天發生了一些事，但我怎麼整合、怎麼詮釋、怎麼拆解這些事，那我的設定是什麼，就是他的要求就是研究的話，我們中間就是深層地碰這些問題，那未必馬上有答案，但是都認識你自己的過程。我想的就是平時在我即其他下線的東西，或者在我創作上的東西，你才會討論的就是有些人會覺得在我的作品裏面看到我的性格，看到我的一些特色。例如有時候我覺得幾深刻，就是我們會一次過播幾段片的學校，但是完全不出規定的情況底下，有幾個人已經問我這個是不是你拍的，即是他們不知道我拍的東西。那我就想想，即由我的作品，即其實我覺得我的作品已經是有些影像來說已經經過了很多重 的改變了嘛，即演員怎樣演，怎樣拍，然後怎樣剪接，最後怎樣去凝望的放映，其實已經經過了很多重的投入了。但是原來裡面還有些東西是人覺得是我的作品，或者看到我的東西在裡面。你自己回，即剛才回應回 Fusion 那件事，你說想起啊，怎樣，因為其實本身影像這件事已經是你經歷了機器，經歷了很多東西，其實我的參與成分應該比較少嘛，即除了我選擇怎樣拍之外，它已經變成了一些數據來的嘛。但是我就覺得啊，是喎，原來很多時候這個其實直接影響著人怎樣去理解你的作品。當然那個人家怎麼看那個人是另一件事，不是，是想看，即是我身為創作者，原來條件我沒有出現過，但是一定見到很多，即一定見到很多我的即等於我經常去玩一個遊戲，叫每一個人在同一個地方各自拍十張東西出來，你發覺十個人拍出來的方法是不一樣的。但是問題就是那件事是什麼，即是我就會覺得很抽象，那件事它是抽象但又很實在，即是可能那種感覺或者選擇看事物的方式，這個是其中一個樣
呢個展示你個方式唔一樣。係，即係覺得可能可以 intention 啲嘢嘅。同埋咩趨勢啊？咁樣去睇嘅。嗱，裏面中間即係嗰個問題係要你可以越翻越深。我諗我自己嚟嘅諗法係性格為主，即係頭先呢件事。你覺得個性格點形成啊？呢個就追問你啦。你話性格啊嘛，係啊。我會覺得即係如果以頭先呢兩次嚟講啦，覺得係會比較急進嘅，即係同埋好多時似係我 lead 住緊佢去做某啲嘢，而唔係我去觀察緊。即係有啲 intention 會係我引導性多啲咯，即係我要俾一啲方向佢，令到佢可以跟住我想要嘅嘢去。咁我會覺得係。OK。咁你覺得依個就係你係咁樣，但係問題如果你繼續研究深化你自己藝術嗰個心性話，你覺得我下晝你會點樣去查自己？你都要 challenge 自己。我唔知係咪要分好定唔好。你都唔需要分好定唔好，即係只不過係話你唔止係咁樣。我哋每一個人都唔止，單止係咁樣。唔係，否則你就話自己嘅習性同安全感裏面不斷轉。即係等於頭先我講開 ，Connie 一開頭嘅時候，嗰個係好熟悉嘅 Connie， 但係直至到佢起動啦，咁我覺得係另一個 Connie 咧就開始。那個就是一個有質地的 quality 來怎樣去起動那件事，這個個 point 就是他 allow 自己去 connect 那件事，他 allow 自己那件事，他忽然之間就另一個方法放出來。那當然裡面中間都不斷有個 test， 即是譬如在這次的 reverse 裡面中間，我就覺得他自己做的次是比以前 reverse 是好很多，純粹很多，因為這個是受了你影響，你跟著拍他，於是你就覺得你牽著他走，但其實他是牽動和不是被牽動之間不斷挪移的逼迫這些 decision， 於是他就動作上有很多雜質。即是我們說從旁觀裡面中間我們要懂得 identify 這些質地為何形成，那些是不是你要的質地，就等於說你為何給 direction，不是要控制他，而個 direction 是一種導引，令到他進入某個維度，跟你拍攝那樣東西開始對話。其實這個是回歸翻就我設計這些是否想得到的？你可以說話你設計是想得到什麼，但是 他是不是真的如你所說話得到你想得到的東西？未必的，即是那個說話之類的，即是我 set 了那個現實，我 set 了那個階段，其實卡納他會跟著走，如果中間不想走偏，或者就算是什麼方向，他走我不能走。是，不過但是我們都有一個 misleading， 很多時候以為給一個問題，給一個 guideline 出來，人家就理解你那樣的，但其實那個 是一個 loose 很鬆的一個框架，他的確有很多虛偽，而不是很 rigid。 譬如有些不是的嘛，這個不是我要，所以拍什麼電影要 take 那麼多 take，但他講到個 direction 出嚟，但係要重複去做。但其實心裏邊又諗緊呢樣嘢。呢個就係 vision 啊！我覺得有好多想像，因為我有好多想像。而嗰個想像其實係，冇可能每人做都係 exactly 你想做，因為每一個人選擇嘅 decision making 都唔一樣。係㗎，不過但係調翻轉頭，我哋係咪受對方的行動 inspire 自己？都是的，因為他的東西令我都一直 change 緊，我覺得。但有些人看不到，有些人只是想到他不是在做我想要的東西，是吧？ OK， 如果你消化了那件事，叫他坐在旅遊那裡開始，坐在那裡開始是一個很關鍵的起點，所以他一定要拿回準那個點。如果那個點拿不準的話，你跟著拍完那件事，因為被那個點是 ruin 了，或者 distort 了，它不是不可以成形，它都可以成形，就是一個 distortion， 是吧？那我就說你的 vision 在哪裡，那這個就看看大家那個 vision 的層面想走到多深多廣多闊。
人家可能永遠都話：，誒呢啲 Christie 發嘅，係嘛？不過但係忽然之間，你會話，如果我就算我睇王家衞裏邊中間，我都覺得王家衞都係求緊喺佢個範疇裏邊揾緊佢嘗試進步嗰位，咁我先覺得佢先襟睇。如果佢唔係追揾落去嘅話咧，唔襟睇。所以如果你跟住同媽媽再繼續去研究去深化。你點樣睇緊嗰個遊戲？你覺得嗰件事令到你啟發、起動咗啲乜嘢藝術出嚟？就算你叫媽媽出嚟之後，我喺玩某啲嘢，佢永遠都唔係嗰個身體，唔係嗰件事。我哋都唔係要啟發嘅媽媽做嗰件事。所以我今日都只不過係借呢個兩個集作裏邊帶出啲問題。所以我好奇啦，第三個部分你將呢兩條點指定會係一件咩事嘅？你不妨試下，呢兩條點同我哋 share 跟住再指第三條點將。